刚刚从 San Jose，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旧金山的靠近渔人码头。请拍，请拍，有没有看一下爸爸的摄影机？你们嗨，嗨，你叫什么名字？姓裴。姓裴。大家好，我是 Ted， 欢迎收看我们的美西特辑第二集。今天这集分两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非常精彩，是说一个故事有关于如何虏获少女的心，所以记得要看完哦。而第一个部分就是现在画面里面看到的位在美国旧金山的渔人码头。在美国旧金山渔人码头，它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它大致包括从旧金山北部水域哥拉德利广场到35号码头一带，当中最著名的则为39号码头。更多有关于它的由来，大家可以上维基百科看。在这边，许多购物中心和饭店区坐落在渔人码头地区，不少饭店和码头的路边都有提供各式各样的海鲜，包括邓金丝螃蟹和蛤蜊乔达汤。不少大型活动在渔人码头一带举办，包括美国国庆日的烟花表演也在这边哦。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去到39号码头的现场。其实硬要说的话，39号码头的店也不是说多么的特别，但就有点像台湾的观光夜市，只是算是美式风格版的。那有各式各样的纪念衣、纪念品、糖果店、精致甜点、咖啡厅等等。那如果你热爱压马路逛街，这边大大小小的店也够你逛上好一阵子了。另外广场上也有流动餐车，有时还可能遇到表演、小剧场或是街头艺人等等的都有。大概逛了一下之后，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虏获少女心的玩偶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你看好吃吗？哇、哦、这个表情好像很好吃呢。可以啊，可以了啦，不用了啦。啊，好好吃哦。哦，是这样子诶。Do you want to add any scents, like for it to smell like anything? What are those? Vanilla cookie. You want to taste it? Strawberry. What is it? Strawberry. Strawberry. Smell it? You like it? Yes? Okay. Step on it. 踩住。Do you like it? 你要让软一点还是硬一点，新佩？新佩，你要不要软一点还是要硬一点 ？That's the point， 它才是重点，重点来了。它自己，它这样的塞，它可以软，也可以塞实。啊，所以不是说像 one fits all， 就是不是像说一每一种就是我就是这么紧。这叫就是客制化。客制化。客制化，讲中文，说中文，阿鬼。就是不会说中文的。直接挂。里面有一个爱心，你想买的爱心，这个。
then just make a wish. 许个愿。许愿。在心里面许愿。你许愿，你对他许愿，许完愿以后放在熊熊的。许个愿。都考一百分啊！都考一百分。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大家健健康康，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学好。所以他把香香包放在里面，所以他这个熊熊就会香香的。这个熊的手都想抱起来，他把它放头。这个熊熊的生命力就出来，哇，你懂吗？熊熊的体香就出来，体香生命力就出来，体香。And then if you guys want, she can scan it at number 4 and you can make a birth certificate for the teddy bear. Okay. Okay. Okay, 去那边。哇，这客制化。他说怎样要干嘛？帮他搞个出生证明啊。哦。品培来。来来，我们帮你熊熊搞出生证明。出生证明好不好？对啊。好。出生证明这么难弄，出生。Do you want to call me name your friend? Make your friend. 你的 friend 的名字要叫什么 ？Name your friend. 熊熊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You can pick your own name. 叫他叫 Ted. You can pick Ted. 啊？要叫 Elsa 是吗？又是 Elsa. Elsa 又是 Elsa 好。是。好。OK， 然后按 next。First name。Elsa， 怎么还有 first name？ 哇，那个不是必点吧？嗯，现在要挑一件衣服。现在客制化的熊熊结束了，现在还要选客制化的熊熊的衣服。这叫美国人，这种是蛮会搞生意的，这生意很好的。你觉得很好吗？这生意应该蛮好的啊。来，你觉得这怎么样？做这个钱蛮好赚的啊！怎么说？我先进来的时候，它有很多的产品，而且是衣服都已经穿好了，然后都弄得漂漂亮亮。然后下面你会可以挑它的原料，原料一开始是一个熊的皮啊，或者一个狼的皮，没有狼的皮啊，或是猪皮啊，就是各种玩偶的皮。你确定了，然后去塞棉花，反正你就可以决定那个什么烫手，然后抱起来的软硬度。赋予一个它客制化的生命，对，赋予它的皮脂肪。再来，你可以选那种香香包，香香包就决定一个人的体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味，它有各种口味，它有一般的什么香草的口味啊，巧克力口味，它选了草莓口味。把棉花塞到你觉得适中的时候，它就让你把刚你选的香香包，像你许个愿望，把你愿望塞到手中里面，然后最后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呢，就要去打出生证明了。你妈取名字，然后我妈写生日，然后性别也要，这些都弄完以后，她可以打印出一张她的出生证。那接下来正残酷的事情才是，怎么说？裸体吗？那要有衣服，所以它有各种配件。哎，它衣服不止只有一套，它还周一、周二、周日 weekend 会换洗，而且还有包包和配件。他这样随便拿，你听我说，他这样随便拿哪一个衣柜？本来他这个是二十几块，这个再拿下去以后，可能一下不小心就一两百块，你知道吗？我估计要八十几块。快，没关系，没关系，我当人家。Everyone happy， 而且他还可以选座驾。你来看看，你看，嗯，你要不要开车？不要了，神经病，没有地方放啦。然后你看，他还有帮您做他的蝙蝠霜，或者是他的哦，哎，还是你要给他擦穿蜘蛛侠的衣服，要吗？啊，可以穿蜘蛛侠的衣服吗？你就变蜘蛛熊哎。还有，你看哦，蝴蝶这个哦，这个装上去会飞哦，会飞哦。对啊，这个装上去，你只能选衣服会或选是吧？对，你选一个，你要让它会飞，还是你要让它？有衣服不会冷，知道你在闹他。你要衣服对不对？所以你不希望他会飞。其实这个装了会飞，不是。
如果是在台湾更容易买单。为什么？现在台湾人小孩那么少，啊，每个都穷得跟宝一样。可是台湾出生率是全世界倒数前几名的，所以话连进来的小孩都没有。所以肯花啊，因为你可能了不起，你就生了一个，有可能你连一个都没生。然后你生了一个，从你家从老到小都疼他。你看这金童玉女寿鞋也在卖钱。决定好了吗？好，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去付钱吧。好，再放上去，放上去。这是抖内，哦，他没有那个。好吧，这样一下就喷了54块美金。你知道吗？从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哦，买一个哦，我以为20块，十几块，二十几块。但是走进去出来的时候，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好吧，那今天就是这种有趣的，在美国买这个小玩具的一个经历吧。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拜拜。